包括你进步的会议，你交给我们，我们也是全部一分不少的上交给部。画面中面向镜头的中年男人名叫王新和，他对面坐着的是柳州市社会福利院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商谈的是补交一笔供养费的事情。王新和的养母李秀兰生命的最后三年是在柳州市社会福利院度过的，这三年产生了50000多元的花费，需要王新和补交。吃饭的生活，包括穿衣，包括这些水电都在内了，再有的打包式的就是托养，800块钱。医疗费这块，包括护理还有殡葬这一块。社会福利院此前一直以为李秀兰老人无儿无女，当得知他还有王星河这个养子后，便根据规定要求王星河补交供养费。我就先凑2万5交2万5。王星河说，50000多元的供养费他一时难以承担，只能先出一半，其余的慢慢还。那么明明有王星河这个养子，当初李秀兰老人为何住进了社会福利院呢？而在数年之后，王新和养子的身份又是如何被社会福利院得知，进而产生补交供养费一事呢？事实上，这一切的背后牵扯出的是李秀兰老人坎坷的一生，以及一桩与他有关的复杂的遗产继承纠纷。这位老人就是李秀兰，2017年的11月11日，89岁的李秀兰老人离开了人世。虽然得享高寿，但是熟悉老人的人都说，他这一生过得并不怎么幸福。李秀兰老人一生经历了2段婚姻，但是他并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李秀兰的第一任丈夫在世时，他们共同收养了一个儿子，就是王新和。1985年，李秀兰的第一任丈夫去世之后，李秀兰再婚，在这段婚姻中，她又多了3个继子女。然而，虽然有一个养子、3个继子女，但是在李秀兰老人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她还是陷入了无人照料的境地，不得已进入了社会福利院。当李秀兰在福利院去世，走完她坎坷一生之后，关于他留下的一处房产，他的养子和继子女陷入了一场遗产继承纠纷。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一位命运坎坷的老人，这小孩他怎么不可怜了？4个无血缘关系的子女，现在没有人养老，现在我作为养子嘛，也就承认他是我们家的一份子了。近90年人生，历尽聚散离合。他这么厉害，可以讲把我的心已经伤了。对，开一点就尽量少见面。亲情与遗产一线正在播出。李秀兰的第一任丈夫名叫张明，1957年2月，张明从外地调到柳州木材防腐厂工作，李秀兰便跟着他来到了柳州。在那个年代，能进这样的国有企业工作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然而，李秀兰两口子一直有一个遗憾，他们结婚多年却没有自己的孩子。这小孩他怎么不可怜了？你讲了，人大老了就孤独，懂没？1980年，李秀兰已经50多岁，为了将来的养老着想，丈夫张明和她商量后，将亲戚的一个孩子收养了过来。这个孩子就是王新和，他因为他没有小孩嘛，就是他考虑他将来快老了，退休要找个人，将来没有人养老，就是回去跟我爸妈商量，接来我作为养子嘛，就把我接到柳州。当时张明已经到了退休年龄，按照当时的政策，工人退休子女可以顶职，于是王新和便接替了张明的工作。王新和老家在农村，在那个年代，能够从农村进入城市，还有份固定工作，是让很多人羡慕不已的人生际遇。王新和来到柳州后，和养父母一起住在单位分的一套房子里，共同生活了将近5年的时间。1985年，他的养父张明突然因病离世，
85年，他是在南站派出所的守夜嘛，守夜夜晚着凉了，赶紧越级原来住院，就是住了一个多月院，就人都不在了。你养父去世了以后，那你就来了，老人是跟谁一起生活呢？跟我啊，我跟他一起。原来是我那时候上一个月是给他20块钱。那时候给他一个月啊，我那时候工资是54块钱。王新和说，养父去世后，他每月都给养母李秀兰生活费。然而，按照李秀兰邻居的说法，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原本是由他抚养母女的，他一次都没有抚养，我自己出。后来是人家讲他出去帮人家带小孩，赚那点钱，这人家看他可怜，社区主任就帮他去介绍这个陈梦怡给他。嗯，这都是李奶奶在跟你聊天的时候，哎，亲口吗？他亲口跟我讲的，他这真正讲老实话给我听的。廖凤霞老人是李秀兰的邻居，也是他生前最要好的朋友。据他说，王新和当时并没有怎么照顾养母李秀兰，李秀兰为了维持生活，一度在小区附近打零工。后来经人介绍，李秀兰认识了她的第二任丈夫陈梦瑜。后来又经过居委会主任介绍嘛，就跟那个陈梦瑜老先生，他原来是材料厂退休老干部。1987年，李秀兰与同样丧偶的陈梦瑜重组了家庭。再婚后，李秀兰把张宁单位原来分的那套房子留给了养子王新和。因为他出嫁到我们家以后，那个房子就给了王新和。王新和又占了个什么便宜呢？刚好拆迁，他一分钱都没花，就凭老太太这套房子换了套新的。李秀兰再婚时，陈梦瑜的三个儿女均已成年。一开始在父亲再婚的事情上，陈家的几个孩子并不太情愿。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陈家兄妹发现继母李秀兰勤劳能干，节俭持家，对父亲照顾的也很不错，因此慢慢的都接受了这个继母。对吧？后来我们也认了，也对他都是蛮尊重的，但是他对我们也还不错，人很勤快，很爱干净的一个人，就是脾气有些暴一点。这些照片定格了李秀兰与陈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在陈家的多张全家福里都有李秀兰的身影。我父亲带他回老家，带回我们浙江，然后去游玩，也就是赠送首饰啊什么给这个老太太，是吧？也就承认他是我们家的一份子了。据陈公敏回忆，李秀兰与父亲结婚后，王新和偶尔也来看望李秀兰，那段时间两家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把他妹来了以后，住到我们家，吃到我们家，安排工作，那已经可以说是都是老太太功劳。我们家也是看到老太太的份上，我们才接他妹过来的。李秀兰与陈梦瑜结婚后的10年里，生活一直过得比较平静。直到1997年，陈梦瑜老人因病去世，李秀兰的生活又起了波澜。他父亲去世以后，他就把我养母给抛弃了，他不给养老，也不给一分钱。王新和说，陈梦瑜老人去世后没多久，陈家三个兄妹对李秀兰的生活就不管不问了。事情真是这样吗？生活上的关心这方面，你们做得怎么样？前面有，就这样吵架以后，98年以后就没有了。陈平是陈梦瑜的小女儿，她解释说，事情并不是王新和所说的那样。在父亲去世后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他们兄妹和继母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当时因为担心继母一个人生活不习惯，她还特意搬来和继母一起居住。起码让老人心里头有个定了嘛，安定一下，就住了1年。这里就是李秀兰与陈梦瑜老人曾经的住所。陈平说，父亲去世后的头一年，他就带着孩子和继母住在这里。老太太和您父亲住在哪个房间？住这儿。这个房子一共几室几厅？大概面积多大？一共是53。但是1998年，也就是陈梦瑜老人去世后的第二年，李秀兰搬离了这个她住了10年的家。因为陈平家里人口多，他和继母李秀兰商量后搬到了这处53平方米的房子里。
而李秀兰住到了陈平之前居住的一个面积较小的一居室内。因为继母没有收入，为了照顾李秀兰的生活，陈家兄妹刚开始答应每个月给继母一些生活费。是由我们兄妹三人出钱，就是说每人出200，我那个小妹呢就特别感激她，就给了400。陈公敏说，父亲去世时为继母留了一笔20000多元的养老金，另外单位还有20000多元的抚恤金和丧葬费，他们也一并给了继母。这些钱再加上每月他们三兄妹凑的800元生活费，李秀兰的生活不成问题。那段时间他们兄妹和继母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很好。哎，我跟这个继母很好，可以讲很好，要不然我不会在我父亲走的时候养他呀，要干嘛呀，是我们相处得很好。反正我就觉得这继母挺可怜的。可是好景不长，不久陈家三兄妹家中陆续有人下岗，收入少了，给继母李秀兰的钱也就没有继续。我提出啊，我说我父亲也留有给你钱，我们正在就是困难时期，我想给我们缓一缓，缓个1-2年，给我们缓过这一段，等我们有钱了我们再恢复那个，他就不干。此时的李秀兰年过七旬，身体大不如前，虽说老伴去世时留了一笔钱，但光靠这些等于坐吃山空，想着自己将来的生活可能无以为靠，老人不免有些伤心。他总哭，哭得我都烦了，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你不就是死个老公，你都嫁了2个老公了，都死了，我还是亲爸，我还没你哭得这么厉害嘞。哇，这一句话讲错了，我跑出开门，跑到外面，跑到外面喊，陈平杀人了，哎呀你们快来看呐、啊！哎呦，我说我跟我姐嘛，我姐那时候也在房子，我说姐姐快跑，她发癫了。因为这次吵架，李秀兰与继子女的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之后李秀兰与陈平只要碰面就会大吵一架。为了讨要继子女许诺的生活费，李秀兰没少去单位找过工会。单位就说你这个继母来找了不？我说我并不是不想养她，她这么厉害，可以讲把我的心已经伤了。她脾气比较暴，只要见了一次就是要吵一次，所以说我们想她年纪那么大，我们跟她吵也没必要，就躲开一点吧，就尽量少见面。与继子女断绝来往之后，年逾古稀的李秀兰老人开始一个人生活。最开始的几年，老人的身体还算硬朗，日常生活呢能够勉强维持。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的身体日渐衰弱，尤其是在2013年，在经历了2次严重的脑梗塞之后，李秀兰老人的生活需要在邻居和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才能够维持。无奈之下，社区居委会向民政部门求助，经过审批，2014年9月，李秀兰住进了柳州市社会福利院。在福利院生活了3年多之后，李秀兰老人于2017年11月走完了自己的人生。然而随着李秀兰老人的离世，一场牵涉多人的遗产纠纷拉开了序幕。老人过世，移除遗产让几个子女法庭相见，养子是否尽了赡养义务成争议焦点，亲情与遗产一线正在播出。李秀兰老人去世后不久，有一个中年男子来到了柳州市社会福利院，有10天半个月吧。嗯，哎，他这个人他就想收集一下这个老人的材料或者他的档案。这名中年男子之前福利院的工作人员也曾见过，在李秀兰老人病重住院期间，他曾到医院看望老人。当时说呢，他是卖保险的。
由于经常有社会上的爱心人士来福利院看望老人，因此工作人员以为这名男子也是一位爱心人士。我们现在这个出现一个爱心人士也不错，是不是啊？关爱呀，临走的时候临终关怀嘛，关怀一下嘛，我们感觉还不错。李秀兰老人过世后，就在福利院给老人办理后事的时候，这名男子又来了，并且提出了一个请求。也简单的跟他搞个小仪式这样子，是这个意思，是这样子的。2017年11月14日，这名男子为李秀兰举办了追悼会。追悼会后没多久，男子再次来到社会福利院，要求领取老人的档案。这次福利院工作人员对他的身份产生了怀疑。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有一点想法了，虽然作为一个爱心人士，档案不能外流的。由于这名男子不愿意表明自己与李秀兰的关系，也没有说清楚拿这些材料做什么用，柳州市社会福利院拒绝了他的请求。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李秀兰老人生前居住小区的社区居委会收到了同样的申请。好，我们给他出这个证明那个证明，因为那个房子是等于是他第二个丈夫的名字，他要更名的话就得有一定的什么法律啊条文啊，就得出具相对的相应的证明，他就过来要证明了。原来这名中年男子就是李秀兰的养子王新和。李秀兰去世后，王新和想要继承他生前居住的那套房子，因此要求居委会出具相关证明。由于房子登记在李秀兰第二任丈夫陈梦瑜的名下，王新和想要继承便牵涉到陈梦瑜的三个子女。最终2018年3月，王新和将养母李秀兰的三个继子女告上了法庭。他向法院要求继承养母生前居住的那套房子里自己应得的产权份额。原告是基于他是养子的身份，要求由他一个人来按照法定继承继承李秀兰老人的全部的夫妻共同财产里面的应该属于老人的这个份额。收到法院的传票，陈家兄妹感到十分惊讶。我们什么都不要，给王新和我坚决不答应，他凭什么？陈家兄妹说，既然李秀兰是被送进柳州市社会福利院养老的，那么房子理应收归国家，他们三人愿意放弃对这套房子的继承权。而作为养子，王新和根本没有尽到赡养养母李秀兰的义务，他有什么资格继承房产呢？国家负责了，供养了这个老太太，应该这个财产应该归国家。由于牵涉人数众多，且原被告关系复杂，本案审理起来有一定难度。在两个老人都去世了，就是二任丈夫和这个老人都去世以后，这个遗产呢就产生了继承。那么他们的继承，两个老人的这个份额的这个夫妻共有财产的继承呢，他们的各自的继承人实际上又不一样。2018年8月，柳州市家事少年案件审理中心开庭审理了此案。在起诉书中，王新和请求法院判定自己继承养母那处房产62.5%的份额。我说了，我说属于你的，我会给你啊，跟他协商，他不愿意跟你协商嘛。这就是素贞的那套房子，建筑面积为42平方米。王新和提出按照市价补偿给陈家兄妹一部分钱，自己获得房子的全部产权。但是对于王新和的这一提议，陈家兄妹并不接受。事实上他一直是叫这个李秀兰叫奶奶，从来没叫过什么妈呀什么的。陈家兄妹说，王新和到底算不算李秀兰老人的养子其实都是个问题，因为按实际辈分，王新和应该管李秀兰的第一任丈夫张明叫爷爷，管李秀兰叫奶奶，而且生活中他也一直是这么称呼的。张明是我爸的舅舅。你爸的舅舅啊、也就是说舅爷。舅爷爷。对，其实之间你们是隔了一辈儿。对，隔了，可以这么理解吧？对。陈家兄妹觉得王新和与李秀兰只是亲戚，并不算收养关系。然而对此，王新和说，是否构成收养关系不能以辈分来定，而是要看相关的文件证明。在当年张明退休后，王新和为了顶职而填的申请表中，他与张明的关系的确写的是父子，作为养子的身份，但是开的证明也是转为养子。为了了解情况，记者到张明曾经工作的工厂进行了走访，
一位退休的老工人是这么跟我们说的。他们到底是一种收养关系还是什么？收养关系，收养关系，收养关系，厂卫生的隔离啊。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与李秀兰的确是收养关系，王新河又拿出了一张职工劳动保险登记卡，上面载明养母李秀兰由他供养，而他的亲生父母与他却是非供养关系。我妈就说呢，她讲就是你去那边以后，我们这边就跟你断绝关系了，将来我老了也不需要你给我养老，你就给你舅给你爷爷奶奶养老。但是王新河拿出的这些证据在陈家兄妹看来有些牵强。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存在长期的供养关系，你怎么算是事实收养呢？陈家兄妹说，事实上王新河从没有供养过李秀兰，他是空有养子之名而无养子之实。在李秀兰与他们的父亲陈梦瑜结婚之前，王新河和李秀兰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双方矛盾的根源就是王新河娶妻这件事。老伴去世了，我本来就是希望让你顶职来照顾我的，结果你又从农村，自己工资就不高，才50来块钱，你又从农村找了一个没工作的，就为这个事闹。陈公敏说，早年王新河因为找对象的事跟李秀兰老人大吵了一架，之后就从家里搬了出去，很久都没有与李秀兰来往，更谈不上照顾老人。对于这个说法，王新河矢口否认。养母和您之间发生了矛盾？没有，没有，就是有没这回事？没有，没有啊。面对记者，王新河说，并没有因为找对象一事与养母发生矛盾。不过后来，他与柳州市社会福利院工作人员沟通的时候，却是这么说的：因为他也不能接受我爱人，他在我这个家，他只认我，他也不接受不能，因为他也看不起我爱人，我爱人是农村的，他也不肯接受他。陈家兄妹说，李秀兰与他们父亲结婚之前，王新河就没怎么管过老人的生活。李秀兰改嫁到陈家之后的那十年里，王新河更是没有供养过老人。对此，王新河的说法是，在陈家时，养母自然不需要他照顾，而陈梦云老人去世之后，因为陈家兄妹跟李秀兰闹了意见，养母李秀兰的生活都是由他照顾的。我尽了善业务，尽到了哪些善业务？我尽了他生活费，我给他生活费嘛，加了工资以后我就给每个月给200。王新河说，自从李秀兰独自生活后，他便每个月为养母提供100元的生活费。2010年单位涨工资之后，他给养母的生活费更增加到了200元。法庭上，王新河还拿出了一段李秀兰生前与邻居廖凤霞的通话录音，以证明自己对养母不错。而且李秀兰老人也曾说过要把房子给他，王新河还请了廖凤霞出庭作证。你奶奶那好啊，这样可以吧？那也可以，对，生活也蛮好的，生活就叫那个女士来的话嘞，天天给她帮忙做两脚，教两句好话。小孩你走过重也给辛苦了。廖凤霞证实，这个电话确实是李秀兰打给她的。不过在她看来，王新河提供给法庭的录音并不完整。我猜想可能是王新河教他讲的，讲小廖啊，你帮我做个证好没？我做什么证？我后来我就讲了一句，房子是不可能给他的。我都跟你讲了一句，那阿姨你不要跟着讲，你跟我奶奶讲完先了，但是我说的话里面他都全部把它剪掉了。廖凤霞说，在录音中李秀兰说王新河对他不错，但在他看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你们觉得这王新河对李奶奶怎么样？很恶劣。是恶劣怎么得出结论的？因为这恶劣是这样，处处都是这样的，我见他。廖凤霞说，自从李秀兰搬离陈家独自生活后，王新河极少过问养母的生活，他因为跟李秀兰最为要好，才知道有王新河这个养子的存在，社区其他人对此则毫不知情。十几年以来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养子，
从来在他生活中也没出现过。我没见过他养子怎么样，这个人做的事你都看了吧。2013年，李秀兰因病多次住院，都是邻居和社区工作人员负责照料。120，然后到医院，我们送到医院，医院的押金全部都是社区包，全部都是社区的人去弄，就连守在边上，人不能离人，我们社区的同志都轮流去守过。啊，然后有时候吃的不行，送饭，我们社区同志也送，在办公室煲的汤送过去。而作为养子的王新河，既没有出钱，也没去医院照顾。李秀兰喊我打，他给电话给我打给他，他说我不在家。我在外地出差嘛，有时是半年，几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回来就是过单位只给我，刚开始是只给3天，后来增加到5天。王新河说，当时他被单位派出外地，不能回家。不过他曾让妻子替自己去医院照顾养母。他生病住院了，就是我老婆去医院，每天煮饭送给他吃。单廖凤霞说，事情并不像王新河说的那样。在李秀兰住院期间，王新河的妻子的确去过一两次，但后来把他媳妇的媳妇关机，天天都关机的。对此，王新河说，那时妻子正在当月嫂，晚上工作，白天需要休息，是在没精力再到医院照顾养母了。我老婆后来最后为什么没有去了呢？因为她刚出院又进医院，一个月都来来回倒腾2-3次吧。后来我老婆煮的饭她也不吃了，我老婆也生气了，她后来不用了，又换了个手机，后来她打电话也打不到我老婆的手机。据李秀兰老人的邻居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说，李秀兰老人独居期间，王新河极少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所以大家呢都把李秀兰老人当成孤寡老人来照顾，最后把他送进了社会福利院。对此，王新河的解释是，因为他常年在外地出差，想照顾养母却有心无力。对于老人进福利院一事，他说他是后来才知道的。在老人进入福利院之后，王新河说他经常去福利院探望老人，还买很多高档的补品，可以说自己已经尽了孝心。可是对于他的这一说法，有知情者表示，事实并非如此。他口中的孝心，真相究竟如何？老人所留房产最终将由谁继承？亲情与遗产一线正在播出。王新河说，在李秀兰老人住进福利院之后，他经常过去探望，担心养母吃得不好，他每次都会给老人买些高档补品。我去看，每次看就是那个白稀饭给他，所以我要给他营养，就是靠我自己去买东西给他嘛。每个礼拜最少去2次，给他买的就是买最多就是银耳嘛，银耳就是200-300块钱一盒的那种，一个月都有大概有2-3盒，还有时候买的那个什么鸡精啊什么之类的，还有阿胶浆什么之类的。按照王新河的说法，因为给养母买高档补品，他花的钱不在少数，大概有十几二十多万嘛。李秀兰老人在福利院居住期间，一直是由护理班班长吴守婷负责照料。对于王新河的说法，吴守婷是这样说的：买点小东西，就是一般就是买点的小果啦，然后就是一点蛋糕啦、牛奶啦，就这些东西吃。他偶尔可能也买点那种麦片啊。有没有给老人买过什么补品啊，像燕窝之类的这些东西呢？啊，反正那种高档东西没有买过。对于王新河所说在养母身上花了很多钱一事，李秀兰的邻居廖凤霞说，这不符合事实。他讲的不是人话，谎话。廖凤霞说，李秀兰住到社会福利院没多久，王新河就将李秀兰原来居住的那套房子出租了，房租是每个月700元。不仅如此，李秀兰按月可以领到585元的低保金，这笔钱也是王新河在领取。人你送去给国家养，嘛好处房子你出租，他的抚恤金你拿了自己用，哪有这种道理的，是吧？长达3年之久。对此，王新河说，
出租房子所得收入以及每月的低保金，他并没有自己花掉，而是基本都花在养母身上了。这钱都花在什么地方？都是一个是生活费，一个就是营养品。但是柳州市社会福利院表示，李秀兰老人在福利院居住期间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财政承担，并没有向老人收取过所谓的生活费。而且王兴和去福利院看望李秀兰时，从未有向福利院说明自己与老人的关系，也没有提出将老人接回家居住。我们家条件受限制，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你就瞒着这个事儿？啊，是。我们家条件困难，就是讲，他住了那里，我就这样子了。这个行为应该是明显的属于一种恶意的逃避赡养义务，以这个不作为的方式来逃避他的义务的一个行为。法院调查认为，王兴和存在逃避赡养义务的行为，但是由于他与李秀兰的收养关系在老人生前并没有正式解除，因此王兴和仍然拥有继承权。收养关系一旦形成，他没有经过法定的这个解除收养啊，或者是明确的这个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的话，我们就认为他是没有解除他的这个遗弃被继承人的这个情形的，并没有经过这个公安机关或者是法院的这个生效文书来进行认定，那么我们也不宜直接确认他丧失继承权。法院审理认为，诉争的那套房子属于陈梦瑜与李秀兰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李秀兰应享有50%的产权，剩下的一半产权在陈梦瑜老人去世后应当由李秀兰与陈家三兄妹平均继承，因此李秀兰老人应当享有该房产62.5%的份额。现在李秀兰老人已经过世，由于她改嫁到陈家时三个继子女均已成年，他们之间没有形成抚养关系，因此陈家三兄妹不属于李秀兰的继承人。王兴和作为李秀兰的唯一养子，将继承老人名下的所有遗产。2018年10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诉争房屋由原告王兴和继承62.5%的产权份额，陈家三兄妹各继承12.5%的产权份额。虽然法院将李秀兰老人的房产份额判归王兴和继承，但是在判决书中，法官特意写下这样一段话：尊老爱幼、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本院虽将李秀兰所享有的房产份额确定由王兴和继承，但并不代表认可王兴和的行为，相反，其逃避责任、不尽赡养义务的行为应依法受到社区民政部门的追责，也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惩戒那些躲避赡养义务的有悖社会主义道德和公序良俗的行为。2018年12月1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向柳州市社会福利院发出了司法建议书。依照法律规定，王兴和应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支付李秀兰在社会福利院期间所产生的各项费用，你院可以自收到本司法建议书之日起3年内向王兴和提起诉讼。收到法院的司法建议书后，柳州市社会福利院对李秀兰老人在福利院居住期间产生的各项费用进行了统计，3年多的时间里，涉及李秀兰老人的各项费用共计53040.89元。柳州市社会福利院随即将费用追缴通知书送到了王兴和的手中。那我就先凑2万5，交2万。节目播出前，记者再次与柳州市社会福利院取得了联系。他说没有钱，只想凑2万5，我们就是走法律程序，已经讲得很明确了。尊老孝亲是我们国家的传统美德，这更是每个子女应尽义务。子女和父母之间不论是否亲生，只要法律关系建立，就存在着责任和义务，这不是靠逃避就能够免除的。故意逃避赡养义务的行为，不但会受到社会公众的谴责，还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是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
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